住你哋。咁佢時常都去採訪啊，同埋關懷啲慰問嘅服務。佢哋嘅服務隊嘅宗旨咧，就係服務為先，表演就為止。佢話希望令到佢嘅服務更加多元化。咦，何哥都喺度喎，啊，兩個真靚啊！你又喺度啊，兩個喺度，同埋一個隊員㗎，你啊，好嘢！咁每個隊員咧都係會執住自己，捉實自己咧，好犀利！嚟聽聽啊，睇下誒，睇睇佢哋會唔會？他們會識扭波、跳舞、唱歌、魔術、戲劇、扮嘢，樣樣皆能。那我走得了，琴晚都識嘅咁樣。好啦，今天我哋同大家唱首歌咧，就唱歌先。唱呢首歌叫做《愛拼才會贏》，俾掌聲。